班的？我妈呀。你妈？我妈在我小时候吧，就教我说一定要帮助妇女和儿童，因为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我不需要啊，怎么给我搬进来的？怎么给我搬回去？不是，怎么？你怎么这样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说咱们楼上楼下邻居住着我帮帮你，那怎么了？我不需要，成吗？不需要？难道真像人家说的吗？说城里人在一个门洞里住着好几十年，然后彼此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老死不相往来吗？行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我免贵，姓秦，叫小薇。你叫小薇啊？叫小薇。哎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呀？我姓金，叫金明。哎呀妈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小时候有个小童星，小女孩挺大眼睛，她也叫金明。别跟我提她。知道我叫什么了吧？认识我了吧？来握手。你好，认识你很高兴。你好，你好，金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行，走吧。不是，我说了不让你搬了，你听不明白呀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啊！这种活就不是你干，以后你就不要再干了啊！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向你证明，你楼上的邻居，我不是个坏人。那你靠边歇着。这都几点了，您不回家做饭去啊？啊，做饭啊？不要做饭的，我打开冰箱可以热一热就吃掉的。那您不做，我们可得做了。这会儿俩孩子回来，一进门就嚷嚷饿。哦，好吧。你要做饭啊？啊，对。好，我走。哎呀，金先生，哎，以后咱们要经常来往啊。好的，接风了。好的，有空常来玩啊。哎。就你这句话，我一定经常来的。好，走了啊。哎，再见。再会。哎。不是金大哥，怎么回事啊您？谁给您的这权利呀？跟他说什么没事过来玩？他不是你朋友吗？谁通知你的呀？他是我朋友，谁告诉您的？老头挺好的。什么叫挺好的呀？哦，你看着挺好就往我们家放啊。我告诉您啊，金大哥，以后有人敲我们家门，您别随便乱吱声，行不行？您先到门跟前去，您顺着猫眼看看，如果是这人坚决不能开，记住了吗？记住没有啊？啊，谢谢。喂，老婆，你说我这开车呢，你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你下班了？
下班了，我都在路上了，我现在没去接你，我都奔家了，快到了这儿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来接我呀？我跟你说吧，老婆，我这一天都没上好这班，我这肚子里七上八下的，我这眼皮子老跳，老是右眼皮跳，老觉着我爸跟你妈在家里要出事儿。我妈还能把你爸吃了不成？你也真是的，不来接我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害我等半天。我怕耽误时间，我这不一着急忘了吗？心里全是你爸，压根儿就没有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心里全都是你，怎么能没你呢？是吗？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你还没看出来，那你得怎么看出来呀、啊，老婆？那你给我唱首歌，哄哄我。我还唱歌？哎呦，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，让我们感动天。行了吗，老婆？我跟你讲，我你让赶紧让我回去，我这心里真是没底了，都有点，我这右眼皮又跳了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回去吧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真打算这么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是吗？就当赖皮狗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削你啊！我抽你！我抽你不冒烟儿，我赛过活神仙儿。妈。啊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没有啊，我刚才我没事，我这自言自语。我怕呢。你爸在屋呢。那我看看他去啊。你过来，妈跟你说点事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爸爸他一个月退休金现在多少钱呢？我爸这退，妈，您问这干嘛呀？我怎么不能问问呢？小亮，你是娶了我们家敏儿了，是不是？要不我认得他谁呀？我跟他一点都不搭嘎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，不是怎么着啊？现在虽然住在一个屋檐下了，咱们这也就算是一家人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摸摸他的经济实力都不行？哦，行行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让摸不让摸？让摸让摸。不是，但我确实不知道嘛。要这样，我问我爸就得了。哎哎哎，过来干嘛？着什么急问呢？过来过来。不，这事我也不清楚。你估计估计。我估计估计。嗯。